听到音乐就知道垃圾车来了。只是大家像是练投篮，一二三圆弧线抛飞，最后来个擦边球，却是远远飞出去，刚好被经过的巴士碾过再走。有的没有丢准，有的丢很准啊，我看到我就给他捡起来，没有看到就没办法啊。很有准那开了，我看没准那就离拖卡。不止没丢准，好几次清洁队员也遭殃。困掉吗？习惯的，习惯的，对啊，习惯的。现在有人等没准备无？不是我，我会等咧甲宾馆那个边啊。抛之后掉在地面上，他又没有去及时清理的话，我们就会用清污染环境的部分哦，给他发那个举发的话，你像是。从1200最高到6000这样子。环保局呼吁民众丢垃圾时要等垃圾车停下来再丢，以免发生意外，并维护环境市容。大爱新闻中心王昭忠高雄报道。